还好，哎，妈妈在帮你发红包，那是什么？红包啊？对，拿那个红包里面有一包是有100块。哎呦，啊，谁拿到100块？啊，你要你这样子，那个每个都100块，那妈妈都了解了。里面只有一包100。里面只有一包100块的哦，你不要丢掉哦，哦，谢谢了哈、哦，这个是思源的心意哈、哦，思源呢有参加过我们台湾 No.1。 啊，这些性格电视台，那参加过吼，那个啊，这个歌唱比赛哈、哦，新时代的一个代唱啊，新时代的一个唱歌啊，歌唱比赛哈、哦，还有呢，在我们嘉义市青少年歌唱第一名哦，不简单，十二岁啊、哦。对。啊，刚刚那个11岁呢，我们嘉义呢，啊，你是国中一年级了哈、哦？要升国中。要升国中了、哦，我现在我老大了，一步啊，刚好奇幻，我们嘉义都不会嘉义换。 嘉义，你们都住嘉义嘛？对。哦，啊，你们在嘉义都很喜欢唱歌，很喜欢歌唱比赛哈、哦。那当歌星会很辛苦呢？还好，因为可以唱歌给大家听。对对对，哈、哦，哎、啊，大家嘛，甲阮思源拍婆仔姐呢，反正顾嘉义来，对不对？才12岁，快读国中。